学习的学校。参加了导览训练班，学性价知道如何用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地方产业，尤其课程中安排到外地参观，丰富的课程内容不止开拓了学员对观光的视野，也让大家学到需要的宝贵知识。我从一开始来上课哦，不敢面对我们的同学拿麦克风，一拿麦克风我就很紧张，到现在我对面对麦克风我还可以侃侃而谈，我觉得这是我很大很大的收获。协会所聘请的师资都很优秀，那虽然我是从事这个导览解说，只是是在区域性的一个导览解说，那我们上课的这个老师呢是一个都是师资都很丰富的，让我觉得说这个课让我学习的更多，然后领域也更广，他们可以透过导览伴手礼然后更深度的旅游来推销整个大水里地区，包括整个日月潭的观光旅游线。那现在这些同学们就比较有信心，而且觉得他可能可以整合大家的资源做更好的观光推广。拿着结训证书，学员都感到很振奋，大家最后讨论决定，决心后就是新的开始，为了地方的长远发展，外将组织协会共同来为水里的观光发展来打拼。课完以后我们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说能统合然后来成立一个协会，让我们大家尽一点力量，把我们水里呢更推上舞台。最发展协会的宗旨呢，就是之后呢观光跟商业要来做一个结合，推动地方的这个事务，希望讲这个协会会当地方带来正面的一个意义安尼。对，提议这个协会吼，有法度把咱的水利吼，甲这个观光、甲这个产业吼，会当结合、结合吼，安尼会使把咱水利快，会使搁较进步、搁较发展无？一群认真学习又很有热情的中年人，抱着发展家乡热情，决定要结合众人力量，透过组织社团来发展地方观光产业，并希望发挥这一系列课程所学到的知识，结合他们热情，可以为大水里地区带动不一样的观光新风貌，创造产业的新发展。